句话讲，人之初性本善嘛。凡夫啊，因为好天分心，就愈来愈远离了善，所以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佛陀在世时，提婆达多啊，受到阿舍世王也供养，所以阿舍世王为提婆达多起净舍，每一天啊，就是用500人份的贡品，拢是用上好迄个香味、上好的物件去供养。那伫这个中间，有两位年轻人，因呢，原来是有迄个好傲求法的心，就去选择修行的地点。一个呢，选择到佛陀迄个净舍；另外一位呢，选择到提婆达多的净舍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就互相啊来分享修行的心得啊，选择到佛陀的净舍。这位比丘讲，阮的生活就是啊，真辛苦，每天都要出去徒步啊。那提婆达多这边的比丘，伊就讲，哎呀，何必呢？修行啊，生活要过到遐尼真辛苦，何必嘛？来啊，阮的净舍物资丰富，生活享受。迄当阵，伫啊释迦佛这边的比丘啊，心嘛已经动起来啦。不过，伊唔敢离开释迦佛的道场，所以伊就采取着迄个集中的方式。每天啊，食饭的时间到了，伊就会过去提婆达多的道场去用餐。那么了后，伊就搁倒转来咯。伫安尼年过月深啊，这个代志呢，伫释迦佛的僧团的内底，啊，就是啊，互人伫咧传咯。这位犯规则的比丘啊，向佛陀呢做一番的辩解，毋是提婆达多提供互我食，是我的朋友，伊逐天留予我一份。佛陀就讲，你是真无定性啊！你欢喜求好的法，但是呢，你嘛是真容易予无好的法影响去，嘛真容易被恶的法同化去。你是一个呢，真无定性的修行者。有一只鱼鳍生作真好，国王非常的心一天，有一群的强盗就来到这个枪下的旁边，计划要去抢人。强盗的头目啊，就向遐强盗呢讲：“
路要安怎走，狗仔路要安怎开，破坏了窗门啊，抢了物件，哎，安怎有毒？甚至呢，若是有碰到情况，有人抵抗，杀人也无所谓。鬼呐啊！这个集团都会来到这个青霞的这个所在开会。这只青以为讲强盗的头目讲的话是咧对伊讲，所以一段时间了后，强盗这种暴力杀人的恶言呐，慢慢地咧听入去。用鼻甲狗甲人吓，看到小的动物就用脚去打，他就是用着一种攻击的心态去杀人、去杀动物。过青的看到这只青，好亲像发狂同款啊！赶紧的去向国王报告。国王听到足烦恼的，伊就解大神讲：啥人会当头理解这只象是安怎忽然间变啊？有一位极具智慧的大神就讲：我去看看这只象，看看象的这个模式，好像呢。都是真健康啊！到底这只象是安怎会变？伊呢就过青的人做滚来，这个象下的周围呀，有啥物款会啊动态呢？过青的人想到最滚。常常有一群好亲像是真正的恶乱的人群，在象下的周围讲话。迄当阵，这位大神就哦，我知啦，就安尼。就回去报告国王，这只象是健康的身体，伊啊受到恶人恶言影响了伊的心。这当阵要来改变这只象，唯有呢国王，你就爱请有道大德啊来为伊说话，爱用一段的时间为伊讲话。国王听了后，真正请有德的人士，定定聚集伫迄个所在，论说好事，讲好话，安尼不断地咧提倡道德的观念。经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只象，迄种暴恶的心态啊。也慢慢地地幸福幸福落来啦。终于这只象，搁再恢复了过去遐尼只温顺的脾气啦。佛陀呢，讲到这个所在。就讲来恶一个比丘，这段的故事，我甲你讲，迄只象啊，那过去成长是你啦，你原来就是真不定性啊，听好的，往好的行。听歹呢，就
往来学。你今仔日出家，对啊，我会做下，对啊，正确佛法的团体中，你竟然啊，为了这个享受食物欲，你啊去提婆达多的道场，你明记载。提婆达多是非佛破僧团，你竟然好歹未晓分啊！这呢，就是你的心性不定啊！咱家己的心爱家己顾好以后，咱会当伫安尼的道场，大家人来共修共勉励，咱应该爱真正的珍惜。所以，咱要好好时时顾好心嘛。